开门啊。就这家了，大哥，你就请我吃这大餐啊？哎，不，关键你自己能吃惯吗？试试不就知道了。哎，少肉多我就加一份。再来一份那个海蛎煎，这肉冻打80分。好好，你这饭量可以啊，别给我吃破产了。冯先生，要说回来还是你会过，你给我打成这样了，就吃个粽子，什么能吃回本？我以为你会带我吃什么海山鲍鱼呢，来这么小份。哎，小饭店怎么了？就我这小饭店啊，在这儿都开了20多年了，我就这点小菜，那来的全是常客。没别的意思啊，味道特别好。哎，这位先生有点面熟。那很正常啊，您平时不看新闻啊？我们董事长经常上电视，知名企业家，慈善家，有爱心，经常做好事，到处捐钱。他和我们这儿经常来的一个常客杰哥长得有点像。那个，嗨，跟这位董事长那没法比，那就是个混混，经常带着一帮兄弟啊来吃饭，兄弟们都叫他杰哥，是吗？要是有机会能见一面就好了。嗨，很久没来喽。听说死了，这混黑道的没有好下场。哼。哎呀，不过你们长得呀确实是像，尤其是那眼睛，还有声音。想什么呢？嗯，冯先生，您没听说过这杰哥吧？那可是道上的传奇人物，手上有人命，有人命了不起啊！您不在道上混，您不知道。这么跟你说吧，咱现在见着这些雕龙画凤、吹牛皮的，都是过过嘴瘾，没几个敢动真格。那杰哥不一样啊，那火之手那是真威风。靠这种方式混饭吃，有什么好威风的？也是。
行行，走吧。莹莹在哪儿呢？来，这不是莹莹啊？莹莹，莹莹，妈，听好吧，啊，莹莹啊，真不是妈妈说你啊，你在搞什么？妈，我本来是想请假过去给你们一个惊喜的。 谁知道需要突然有会，我就去不了了。你这，年轻人呢，就是应该以工作为重。莹莹做的对，我是要表态支持她的啊。你支持什么呀？嗯，跟一个女生聊一些私密的事儿，给你看不太好。 枪哥在那等着你。陈哥，什么事儿啊？这么神神秘秘的？刀尖儿呢？不知道啊。 我问你话呢，刀尖呢？强哥，你这干嘛呀？啊？我他妈不知道刀尖在哪儿，我他妈最近跟着风先生呢。 那你昨天干嘛去了？昨天我跟亮子办事去了，你找刀尖，你问亮子去啊。那你告诉我亮子在哪儿呢？亮子，你找亮子，你直接找他不得了。再说了，亮子归刀尖管，要是他们又不听我的话，问我。 你这就是想把你强哥绕晕啊，是吧？起来，强哥，看看，这是停车的地方。停车？停什么车？之前还停在这儿呢。今天早上刀尖过来把看车的支给，把车偷走了。 刀尖，把车偷走了。这钱还在车上呢，这不等于把钱也偷走了？强哥，钱，咱们给刀尖那车钱，他把那偷走了。那他现在人在哪儿？钱在哪儿啊？他人在哪儿啊？钱在哪儿？ 真不知道，强哥，我也不知道啊。强哥，我冤枉，我真不知道，你给我站住！
大哥。没想到刀尖咋那么大、啊？本来说干完这一票就让他消失，人我都准备好了。谁知道他给我来这么一手。大哥，你放心啊，我已经召集大队人马了。反正南州就这么大，跑不了的。港口码头都已经问过了，昨天晚上没人走过，他应该没跑远。对，我都安排好了。大哥你放心，48小时之内我肯定提着他的人头来见你。谁叫你私自往外走钱的？我这寻思着说这个出去以后，那一大帮子人得吃得喝呀，我又没什么本事，我不像阿生那么能挣钱，你这盘缠得带够了。你这国外那么贵啊，你这不能让一帮人喝西北风吧。再说了，那真金白银那么多钱你留在这儿，那还不定便宜谁了呢。勇哥，事已至此，还是想想如何补救吧。你有什么想法？丢多少钱都是小事儿。这怎么是小事儿呢？那3-4千万呢？你给我滚一边待着去。你说，现在最要紧的是瞒住警方，调查组正盯着咱们。如果二叔走前这事再露出去，他们一定会猜到咱们的意图，会卡得更紧。你往外走前的事，都谁知道？应该没人知道。这钱我才刚连起来，还没来及操作呢。那就继续瞒着，把所有的痕迹都给我擦干净了，就当什么事都没发生过。什么都没发生过？那刀尖呢？他偷走那钱呢？那3-4千万可不是小数。你还不真的？刀尖得私下里找，不能声张。丢钱是小事儿，惊动了警方，那才是大事儿。哎，别跑，别发朋友圈了，求你，真的。别躲，发什么朋友圈啊？交作业给二叔看。二叔看是吧？行，我自己看。我这完全破了相了，我这，强哥你自己看，让我那帮哥们看见得他妈笑死我！哎，我今儿真的是心稀碎一地，我跟你说，平时都是一家人一家，哪有关键时刻一家人这样的？尤其你啊！都别说话啊！
明白，明白，马上。掉头回去。啥？掉？啥什么啥？掉头回去。得嘞。强哥，你看，你看这干嘛？你看我们群里这帮人啊，你看笑成什么样了？尤其光头。哎，我这都交的什么狐朋狗友？我觉得这挺好。今天出这么一档子事，我彻底看清你们这些人的真实面孔。那辆货车最后出现的地方，路口的电子眼拍下的照片。再往前走呢，有三个渔村，每一个都有出海的码头。马上排查，一个也不能落下。是。评委，马上找这个店在哪？是。重点看看这边。二叔说了，让把这边打扫干净。我们打扫啊？凭什么？你怎么那么多话呀？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。哎呀，咱们闲的。二叔为了省点工钱，拉咱们卖苦力。你怎么那么多废话？怎么又打我，强哥？就这事儿多。小五，你说说二叔是什么意思呀？我不知道。他懂什么呀？问他干嘛呀？来来来，小丽，干，我干活干活。肖队，查到了，你看，走。过去十年里，我们国家对于新能源技术的发展给予了大力支持。我们从事新能源汽车的生产、制造研发、电池生产等相关的企业。将会在几个月后展开启动，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坐上自己的电动汽车。我们将真正的成为环境友好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践行者。感谢冯潇生先生激动人心的发言。澳新新能源汽车确实一直备受瞩目，我们期。阿关，刀尖把二叔的钱抢了，据说数目还不小。二叔疯了，到处在找。知道了。你在哪儿？
刀尖弄走这么多现金，单凭自身很难立马出去，只能先藏起来。至于藏身的地方，恐怕那位最了解。不能让他知道，他可不是善茬啊。现在已经有很多人知道这事儿了，那就让阿刚盯紧了他。行。干嘛呢你、啊？偷懒是吧？可不是磨磨唧唧，磨磨唧唧。要不然换我揍你吧。如何？我他妈是不是给你脸？啊？哎哎，陆头，你看你给人家打的。你打我好不好？下手太狠，我都没见着他。行了，差不多了，走吧。得嘞。喝个水。俩人死要不。快点啊。快点，小伙儿！来了。江哥，江哥，有警察，怎么办呀？这警车该不会是跟咱们有关系吧？不会吧？那奇了怪了，谁他妈报的警？还真是冲着咱们来的，啊？停车！后边停下！你说怎么办？警察同志，马上就停。警察同志，
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去医院。啊，对，去医院。本儿，本儿。啊啊，好好。手拿下来，我这脸怎么了？摸黑上厕所摔了跤磕的，去医院看看去。去医院？以后开车注意啊，太快了。啊，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打灯。啊，不好意思，忘了，忘了，不好意思。最近有陌生人出现吗？有有有。好，那你帮我辨认一下。哎，好嘞。来，你看一下，这张照片有点熟吗？我看看啊，一个。肖队，查到了，这个院是租的，租赁人是曹亮，张志高的手下。村民说，昨天晚上这边有人，灯一直亮到半夜。这儿应该是他们藏钱的地方，现在钱没了，院子都打扫干净了。到底发生了什么呢？摸黑上厕所摔了跤磕的，去医院看看去。要不过去再搜搜。走。马上调集所有人手，全力找张志高跟曹亮。是是。守队，跟我走。刚，我手机好像忘在车上了，去帮我拿一下。哎，帽子给我。
老油枪为什么打你啊？他非问我刀尖藏哪儿了。我不知道，他们仨是冲上来就打了，打完还拍照，说是给二叔交的什么作业，找不着人就拿我充数，真心寒。心寒什么？这要换别人打我也就算了，真没想到枪哥也能这么干，下手还那么狠。枪哥算是带我上了道，我心里边一直拿他当大哥，我觉得他一直待我挺好的，没想到还是看错人了。他算是不错的了。大哥，就这也还不错呢。那我要是……哎，算了，真不想说。你先吊着。
这个地方还是我给你找的，我就是过来碰碰运气。没想到你还真藏在这儿，念旧啊，兄弟。这地方你给我找的，那你说，我到底该怎么称呼你？怎么样？还认不认识？我的手，人心。